三位老师好，女嘉宾们好。我是张廷栋，来自广州，今年22岁。本嘉宾由世纪佳缘网推荐，来选你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，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。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。港荣蒸蛋糕，好吃不上火，爱之请回答。你的第一个诉求是？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体育赛事。有哪些你喜欢的？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运动，游泳啊、足球啊这样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去看游泳的锦标赛、足球联赛，还有 F1 赛车这样。哦，我来帮你问问女生们喜欢看哪些比赛。19号，我喜欢看游泳比赛，因为可以看到腹肌。是的，是的。22号，男嘉宾你好，我喜欢就是看篮球比赛。因为高中的时候也加入过女子篮球队，所以还比较略懂一些，就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看。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就是你喜欢的球队赢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一起欢呼。要是输了呢？输了互相安慰吧。第二个，不希望我的另一半介意我带他去看河南的戏曲。因为我的家乡是河南新乡，离郑州不远。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会经常在电视里面放一些戏曲啊、豫剧这样，然后我也是从小就特别爱看。你能唱两句吗？没问题，可以试着唱两句穆桂英挂帅。好，穆桂英挂帅。辕门挂那三声炮，如同雷震，天伯府里走出来我包过尘。给大家献丑了，别介意。豫剧里边有名的桥段除了穆桂英挂帅还有什么？还有夏沉舟。夏沉舟，张艺谋导演的《满江红》里面的那个片段也会说是有这个歌曲的。一报官忘恩师也令丞相，二报官南墙宫的八路先王。你们家乡有什么戏给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女生，湖南有什么戏？湖南是花鼓戏。花鼓戏就是刘海砍樵。哦啊，不插好分呐、那我就比不上喽。有时间也可以来我们湖南看花鼓戏。好的，好的。18号，我不介意男嘉宾带我去看戏，但是你希望你不要介意我会打瞌睡。不会不会，愿意陪你去听戏啊，这个事一定是因为喜欢你。